请开始。2018台北国际食品展云林物产馆欢迎花期开市大吉，好事发生。今年是云林县政府第11年参加台北国际食品展，那我们今年所参加的厂商总共有26家厂商啊，所展览的产品包含我们在地的非常有特色的，包括西螺的毫米，或者是水林的番地瓜、古坑的咖啡等等，可以说产品琳琅满目。那为了要做整体的一个行销，所以云林县政府今年特别整合这些业者，我们一个在地优质的农特好事的一个概念，打造一个云林好事的一个市集。那在云林好事的市集里面除了我们展售来自云林县各地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农产品，以及我们的食品加工的一个产品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营造一个市场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特别的引进了最夯的夹菜机，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营养师还有型男主厨在场教我们这些参加展览的这些好朋友们如何去做有效的一个好吃的一个料理。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把云林县的农民、云林县我们在地的食品加工业者，我们把它带向国际，希望我拓展他们的各项的一个行销通路，那为我们云林县的农特产品创造更好的一个销售的佳绩。贾安全翠婚林台北食品展婚林小站。